哋嚟嘉湖海日酒店体验圣诞住宿计划啊！第一时间梗系要嚟房间睇下啦。哇，间房都好大啊！布置啦，影啲朱古力像，再闪啲粒粒，画咁快就整好啦。我啲冬瓜系咪整得好靓呢？仲好好味添。去小公园玩一阵，之后就嚟参加菠萝油妹妹嘅圣诞特别活动啦，有得玩遥控。早餐之后，我哋就继续玩。